有一种看到电视上面有相当精准的数据呈现。两脚有不同的上去了，里面很简单，就是我想要给选手最多最好的照顾，这个是所谓全方位的照顾。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还在这二十年前更大强大。那如果我们做到，我们成为台湾第一自己场馆的经纪公司。那我现在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股东，啊，特别感谢他张子雄先生，因为理念的认同，他就是进来成为我们的股东，帮助我们很多。今天呢，陈猛，运动咖啡推动基地在这边呢，也邀请了我们的球员马杰森、陈成威，还有杨家荣呢，来担任这个场馆的一些宣传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也跟这个场馆这边呢，那未来呢，很多的活动呢，陆陆续续要展开。我们预祝咖啡推动基地呢，开张大吉，然后希望呢，能够为台湾的运动事业呢。带来更好更多的贡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飞打得不错哦，对，连回空都香了。